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Des。好，在经过四月一号的愚人节活动之后啦，我们的 Ladies Only 奖迎来它的一周年啦。然后 Ladies Only 奖卡池内的真大奖 Napasama 也已经一周年啦。经过一周年之后，我的 Napa 也已经迎来它的财星啦。嘛，不过这一张 Napa 算得上是赛亚人篇啦，重要的辅助啦。气力加二，攻防30%。如果超细的敌人每多一体，还能再额外增加攻击跟防御，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辅助角色啦。而且本身的防御能力也足够的强悍。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啦，想当年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一个类别赛亚人篇啦，也真正的迎来它的一周年啦。虽然说目前赛亚人篇还不够到最顶级的那个阶段啦，所以就希望啦，未来真正的悟空跟北极大的限定卡推出的那一天啦，会是达到最强悍的地步啦。OK， 那么这一次就把赛亚人篇极细的赛亚人篇给拿出来用一用啦。对，就是这个样子啦。北极大呀，卡克耶这一张啦，我已经抽到三路了。然后我的悟空还没有出来，有够残念。嘛，不过不管怎么样子，这一次就是以这个队伍出发了，然后打的关卡也相对简单一点啦，龙族历史就好，因为以这一队拿去打红区的话啦，我觉得会是蛮惨痛的事情，会蛮惨的。哦呀，我们的欧尼奖直接就登场了，那一个战斗民族赛亚人。哦，还有，不错，14万、16万、11万。さて、欧尼奖よ。見せてなさい、お前の力を。阿甘一来就先攻必杀，还有够烦你，狂傲高汉。哦吼！全属性卡斗496万，一条连接。哈，美姬打的万载。哦吼，不愧是我们的拉哥，财星大佬312万。对比起我们最新极限的愚人节免费卡布马，还要来得更低的伤害。好难发挥哦，这一张欧尼奖。OK， 这边的话，就有纳霸来陪伴吧。哦吼，不过这边的话，纳霸可以吃到比较多的连接。对 ，no， 45万，我就只要，不过还是这么个白发兵比较好。啊不呢 ，OK 的是，可以，纳霸什么的。222万，完全不输给我们的限定卡嘛，就只差了那个不到100万的输出。好啦，然后337万，这一张美吉大跟我们的这个是一般丝绸卡，而且是在2021年头极限的，没有记错的话。然后跟我们的这个2022年最强的男人差不多一样的火力吧。呀，可乐，有点好笑，有点受不了。对，可乐吧。どうかな。嗨，お兄ちゃん可以开招就好。不过这边打北极大应该会浪费蛮多时间的，因为火力不是很高。超爆发波，北极大的万载，哦吼，连击啊，没有连击，好可惜哦。Final Impact， 帅！哇，这个拿法真的是作画真的是很不错，可是对比起我们最新的那个 Dota Galo 跟那个 Mew。New Boss 啦，那一张卡，
哎 ，Gale Boss 跟 Mew Boss 的那一张卡的那把，哎，那个就远远的差了一些些了。这边是很还原呐、啊，可是那一边的更加的精致，够帅。那229,300跟470,000，哇，那把越来越猛，有没有搞错？血量全满之后的那把，哇，この力を、すえ。啊，哎，211,000，没有遇到超细的敌人，这一张八 bit 的北极大火力有一点点的难发挥。嗨，没有孙悟空戏服，也是有一点难发挥。OK， 那把开了必杀之后，嗨，完全无伤。有又，哎呀 ，OK， 这样子的话，嗯 ，Do， これかな，北极大，我们可以看到北极大的王子战法了这一招，这个技术大人打他的那个蛇气必杀王子战法，好。尘土飞扬，王子战法的精髓就是要把场面炸到尘土飞扬。OK， 等一下下一轮北极大再出来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最经典的了。哎，经典画面 ，Nice。哎，到一颗珠增加一点点的那一个，那个叫啥？彗星力。OK， 然后面对孙悟空戏服，我们的北极大又俩起来了，啥？411,000没有辅助，压力克吼，可累可累，哎哎，怎么都不连击啊？299,000，不愧是我们的奥利桑，连免费法的输出都比他高，斯巴拉西。真的是笑不出来了，还好啦，至少他的防御力还行啦，但是被龙火来了，見せてやろう，いや超かっこいい。然后这边其实还蛮想把血量压到50%以下的，这样子的话，哎，这个就可以变身了。哦吼，这边是Toughness限制都可以连着上来，嗯，200,000，520,000，哇，那把520,000开了，只要二连必杀的话，那我这样那把，他的那个防御力直接上看100,000，是哎 ，OK， 没记得，哦，哦吼，978,000，呀贝，強いすぎ。哇啦！太猛了！哎，把比克轰死的那一招！哎哎 ，OK， 然后 ，no 啪！哦吼，253,000，跟他的限定卡一样的强度吗？而且画面感也非常的棒。就问的好嘞，嗯，这一边的话，我想要压血，哎，所以这一张伤前期是最好的。然后因为想要压血的关系，就不要吃到那么多的铜属珠，你不然等下都看不麻烦。对，いきます，来开一发必杀在我身上吧！啊，血量压不到50%以下，有点惨痛。压力够，314,000哈，这一个是啊，没有必杀吗？没有必杀吗？我逆闪273,000，我的，每一次使用这个我逆闪了哈，就都会发觉到很惊喜。我逆讲一直不断的给我们惊喜，
一直发现最强男人的那个魅力所在。不愧是最强的男人，魅力无限啊，欸，魅力值无限啊，超爆发波。不过这边应该会开必杀了吧。哦，超壮壮的那个那把。马吉那里，哦，542万，欸，超越限界了，终于比免费卡还要高了。我们的奥利桑，哇，哦，扛得住没有？不会这边就直接挂掉了吧？奥利桑，哇，差一点就死，差一点就死了。到这边要怎样才可以让血量回不那么多啊？因为这边多看物是肯定的嘛。多死哦呢。No type， 应该是要这个样子吧。本気を見せてやるぜ。哎，哎哎哎哎哎哎，行くぞ。哇，244万，这个有一点多。这一个有一点点的多。血量应该是会回到50%以上了吧？这边麻烦呢，要压血真是有够难搞。OK， 骂你都是这个样子的结果了，变不到神呢，那把好麻烦哦。他的那一个变神条件啊，血量50%以下有一点小麻烦。哇，死耶！但是悟饭，您的必杀开在这一边没什么效果啊，压不到血呢。91，哟喂，224万。好的 ，OK， 会掉血了。欸，不过老实说，这一堆啦吼，哪来打龙族历史都特别吃力啊！不愧是我们的奥利桑，啥斯卡奥利桑的。这边的话啦吼，虽然说就蛮想要压血，可是还是需要一点点的保险，要不然被 K 死就搞笑了。所以这边就这个样子。应该会掉血，所以就吃一点回来，这个样子 ，OK 的。海萨，哇，598万，虽然说是吃的加工道具，马美吉大西普的那一个 supporter member 里还需要3期的战斗路嘛，超级战斗路，然后6号会开多1期的战斗路，然后再多2个月左右，我们就可以拿到美吉大西普的这个 supporter member 里了啦。370万，希望可以2连击啊！干，真的是2连击，可是第二连是普攻。满嘴，やめてくれ！哦，好险！哇，奥利桑，もっと強いの力！有啦！奥利桑，你这火力有了！出现不一样的火力了，奥利桑！可嘞！死哟哟，奥利桑！600万呢，600万！好强啊，奥利桑！竟然可以打到600，我靠，1170万！虽然说我是知道他是可以达到这个程度了，但是就有打出来了，还是让我很惊奇。啊啦啦啦啦啦！王子战法，哇吼！是哎，不过这边是有加工道具啦，还敢？那吧，哦哦哦哦哦哦哦的呀！
我碎，我碎，哇，372万，颈椎那地奥尼桑的输出，我可以碎了，碎了，碎了，来这边就解决掉你。应该是可以吧？哦，逆伤有393吧。不过最后好像是打悟空这一边。哎，我会回避。马吉，哎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哦逆伤的存在。压力个吼！哇，哦逆伤，哦逆伤！哇哇，哦逆伤！哇靠，哦逆伤！哇，差一点，还以为要挂了。死ね！帅。さあ、お次はドイツだ。我是说这一张那霸啦，我很期待他极限这个那一天啊，真的是超帅的。いやーこれこれ大好きよ。然后连接啊，连接差了一条，好可惜。赛亚人的炮效哇，如果连得上这条连接的话，这一个美吉大会很猛哦，887万，没有加工刀技的情况下，哈 ，OK， 所以哦，美吉大都满载。嗯 ，OK， 这边也算是来到最后的尾声了吧，21万、22万、43万，杀四个那法 ，OK， 再来吧，嗯，加工道具就全开的了啦，嗯，不用想那么多，对，これ、これ、これ、呀，下一回合会很爽，两个加工道具。哇，531万，好爽！对，684万。不过这一边的话是没有孙悟空戏谱了，火力好像没有达到最高值，但是可以无限叠攻防，真的是还蛮爽的。哇，是哎。然后看一下那霸有没有机会直接把北极大给灭掉哈？哎，323万啊，这个就没有什么机会了。太低，除非是连击必杀了。哦，竟然，哎，那霸刚刚上一回合那霸被美吉大轰死，这一回合那霸反杀美吉大，哦，莫西瑞，哦，キタキタキタ，可累可累可累，哎，来到这边了，当然就是要让我们的。哦，你讲开一下主动技啦。不过这边的话，大元达没办法开到主动技是有一点小可惜的啦。血量40%以下嘛，啊，来了，我们的这个哦，你讲的制裁，哦，不是嘞。その程度か。今度は俺の番かな。では技の見本を見せてやろう。たばれ！老实说，我们排除掉他的实力啦，吼，在演出啊，以及语音方面啊，还有 VGN 方面啊，都是很顶级的。我们这个欧尼桑，但是就在整体的实力上面，真的是让人一个爬头。哎哎哎！奥利桑，你后面有一点小危险哦，超级危险，不是小危险。嗯，19万、20万、23万，可以吧？奥利桑，你撑得住吗？两个加工道具这边，对，美吉达1286万，一哟一哟，嗨 ，OK， 够了，然后轮到美吉达，685万。我说这个加利科炮真的是帅，啊！
可惜就没有什么火力。哇，689万的欧尼奖，两个加工道具都救不了你喂。两个加工道具都救不了啊，好惨哦。然后这边可能会被悟空给轰烂，有没有？我34万，差一点就被轰烂了。等一下，哦，又有了，又有了，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我们的欧尼奖可以来解决战斗了。哎，对了，那霸的那一个主动技是哦，敌人三体以上或者六次以上的攻击才可以发动啊，好可惜哦，刚才没有触发到，好可惜哦。不过这边就由我们的欧尼奖来结束战斗嘛，赛亚人篇第一个队长。对。その程度か。その程度か。俺の番かな。では技の見本を見せてやろう。啊，这个他的这个语音好赞哦，真的是好棒哦。不过就可惜了实力了。呀呀呀呀！可嘞可嘞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赛亚人篇队长，欧尼桑，拉蒂兹欧尼桑。嘛，不管怎么样，哎，都是走到了一周年啊！这个赛亚人篇这个类别，嗯，算是大家期待蛮久的类别来的啦，或者说是我个人期待很久的啦，嗯，然后这样子出着也出了一年了，可惜。这个类别来说实力目前还没有达到非常强，虽然说在潮汐面上有蛮多强角色的，可是就还不足够，还需要再更强。嗯，希望未来我们的真正的悟空跟北极大的限定再出来，哇，那个就会很爽了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じゃあまたね，拜拜。